这一切都结束了。你们早就知道我会来。你对我们阮家的恨意我可以理解，但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出化解的方式。化解？你能让我父母活过来吗？你能弥补我之前孤苦伶仃长大的悲哀吗？我不能，但我可以让你不要一错再错，给你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阮东升，这就是你想要化解的态度？明明都是你们阮家的错，我没有什么错。亮亮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姑叔。以前我也在这家餐厅，那时候你年纪小，肯定想不起来了。你们这几个孩子生活的都不容易，生生没了爸爸，和圆圆被埋在废墟下，他们俩也差点没了命。这些年你过得苦，姑叔都知道，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该放下了。阮东升，你找再多的说客来都没有用。你好，其实我们并不想告诉你这些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如果我们不告诉你的话，你永远都从过去走不出来。6月5日爆炸案，经现场勘查发现，餐厅门窗有人为破坏。文秋，你快走，放开我！死者阮某头部有击打伤，死者威某口袋里发现了阮某的手表。初步查明，当日餐厅服务生威某趁打烊后潜入餐厅，被阮某发现，威某将阮某打晕。实施了盗窃，这些都是骗人的，这些都是你们杜撰的。亮亮，这件事我可以证明，你爸爸从餐厅里偷拿东西不是一次了。我师父心肠好，念他顾家顾孩子，也就是顾你，原谅了他。谁想到他并不感恩，所以阮家没有对不起你们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你要，肯定是你妈妈买通了警察，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，肯定是这样。我爸不可能是小偷，不可能。那你爸为什么会出现在餐厅？那个时间已经打烊了。他有可能只是落下了东西，但他绝对不可能是小偷，不可能。你这条项链哪来的？项链，这是我爸送给我妈的，我们家祖传的如意锁。那是我周岁的时候，我外婆送我的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这条项链在我爸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如意锁底下有我的名字。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骗我的，这一切都是骗我的。你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，你冷静点。无论他做过什么，无论他是谁，他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变。或许他曾经犯过错，但他是一个好父亲。你因为这份爱，这条项链才多了新的意义。我爸不可能是小偷，我爸不可能是小偷，不可能。爸。亮亮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过它已经都过去了。孩子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记住恨，而是心中的爱。东升，来。记住，你们两个
原本就是兄弟，还有我。今天我们既然都站在这里，冥冥之中就是为了结束这一切。你好，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吧。